做饭了吗？没有了。这都多半天了，我澡都洗完了，一天除了吃就是睡，饭还不能做吗？我要吃牛肉。吃吃，你就知道吃，烦死了。吃牛肉，你吃不吃牛头？老婆也现在也太傲慢了，非得要吃牛肉，没办法下去了啊，正好店都快关门了，稍微有点冻了，我紧忙给画上。老婆要吃啥马上做啊，不做我跟你说的，下黑我跟你说的收拾我。你咋这么完蛋呢？你就看阿谦这家伙事儿啊，地不地道就完了。把这个牛肉给它大点块切了，然后打个水槽，今天做一个火锅似的，酒精锅似的，热乎的，老婆高兴了，阿庆开心了。这牛肉啊，先切条，咱们改成骰子块，大点块吃才香呢。然后在锅里啊打个水槽，去去腥。干啥啥不行，我跟你说的，这做饭只是第一名，起锅烧油。下入大葱、大椒、干辣椒，然后咱们下入蚝油、酱油、老抽，煸炒。心心念念干了他妈一个小时，真不容易啊！这家伙，我搁那正睡觉呢，还非得要吃牛肉。我说了，你不吃牛头啊？嗯，你给我整一个呗，你要整我就吃。来一口。说不说这牛肉真行？你懂啥呀？吃牛肉不烫。打个特意啊，头一口，粉丝们先吃。我的妈，太烫了。我看你吃那块是筋头啊，太没有了。哎呀，大口牛肉，大块牛肉，一口一块，入口嘎嘎香。哎，这样味儿绝了。天冷就适合吃点那个火锅之类的，热乎。我们这是酒精锅。有的朋友说了，阿谦你吃那个洋葱跟苹果一样，特别的甜。一说你就美了吧？那都必须的。飘没飘啊？哇！啊！哎呦妈，太香了！啊，太烫了！哇，啊！慢点，嗯，咱慢点，啊，
那么着急干啥？慢慢吃呗。哎。嗯，眼睛都掉里了。嗯。自己给自己点个赞。